家宝摕我的钱去投资，时间到啊，李顺若要回转来，我就会来找伊讨一个公道啦。是偌济钱啊？八位数。所以你即马就是为着你的良心，心肝俩瘫痪，要害咱天成集团周转不灵，以后就清华的家庭。我真正无法多做一个，为着要甲身体讲成，又不得手段。你做你家己的资金抽转去，病院的代志，我会家己想办法。妈，你卖个未来大事啊！大事，这是你竞争对手合约书。顶下有只合约书。是明月的病客。怎样？你的面色哪会讲遐尼歹看？还是讲这是你无想要接电话？这老朋友说，需要我甲斗三工啦。我即马等下想办法啦。你上好是赶紧解释一下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？天奶，你讲你安怎？卡叔讲你无趁这个机会，甲新药代理权提倒转来，那安尼我就要甲资金都提倒转来。恁家宝摕我的钱去投资，时间到啊，李顺若要回转来，我就会来找伊讨一个公道啦。是有偌济钱啊？八位数，你去看下。这是竞争对手跟曾教授签的新药的代理权的合约书。所以你即马就是为着你的良心，心肝俩瘫痪，要害咱天成集团周转不灵，以后就清华的家庭。所以这份合约当当作伫个车祸现场补起啊。那安尼，曾教授的代理人就会出风，这就是机会。你敢知影即个我投入去的资金有偌大条无？啊，我真正无法多做一个，为着要甲身体讲成，又不得手段。假使你若无愿意徛伫我这边，那你就掂掂，啥物拢莫讲。你做你家己的资金抽转去，病院的代志，我会家己想办法。妈，你莫讲未来大事啊！大事，这是你竞争对手合约书。顶下有只合约书，是明月的病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